哈口家的，你都可以问线上的朋友，说他们家的裤子好不好穿，以及版型如何，以及他的样式好不好看，然后材质好不好，你都可以问他。虽然没有弹性，但是他的版型穿起来就是好看。超适合我们家的客人，好，你都可以问他，喜欢我们在家都没关系，好，喜欢我们在家都可以。那可以等的来，老朋友要加自己加，他们家呢，如果真的又再太慢，他们家条件哪够生气，就又可能不可能，就有可能又不卖他们家了。有差哦，因为你上次停卖以后那种态度不一样。对对，所以就是看老板的状况，然后看他能出货。最晚他是算有厚度。它是算有挺度的牛仔裤，它不是薄薄的那种。正常的牛仔裤就应该要这种厚度，不是应该像夏天那种薄度有弹性的。你们都很喜欢那种夏天那种有弹性的面料，可是讲真的啦，牛仔裤啊就是要够挺才好看。是，好，那再来看一下我身上的外套。这件外套它是有铺棉的，你看它里面的材质的部分呢，材质的部分呢、啊、都是有做到铺棉，这是你问他这个有铺棉吗？还是只有加内里？里面加内里，棉质内里，好，它就是做棉质。这个只有做棉质内里，没有加棉。好，这是棉质的内里，所以呢，以厚度来讲，台湾的天气很刚好。等到真的厚有加棉的话，那个就是寒流来的时候会需要的。这个、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看有卡住了。真的有考出，这边没考，有考出，我们也有考。来这里，三个颜色，有绿色、黑色跟 Kiki 的卡其的颜色，尺寸二叉都可以穿，好，尺寸二叉都可以穿。然后你要说什么？有断气吗？回来了。有断气，人有掉下去。啊，有回来了。好了，你们再回来就好了哈。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件外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吗？知道，就是在实体门市看到这样的外套，它就是二开头以上的价格。哦，对，就是二开头以上的价格。没错，它看起来非常的日系，它看起来非常的日系风格。可是啊，这种外套就是哈口家的味道。哦，它已经做出一个代表作。没错。啊，这个绿色、喜色。弟弟说感觉像铺棉，是因为它外皮的面料柔软度含棉成分高，所以非常的亲肤，非常的亲肤。我卖这个1799，这个你在看得到的价钱一定都是2000多块，真的没有骗。三个色挑一个色，三个色挑一个色，我就是拿卡其啊，绿色，绿色好看，我喜欢卡其，我拿卡其啊。我今天就穿上来，我穿卡其，绿色好看。好，104244，104244，尺寸的二叉都可以穿。市面上卖2000-3000块就是这种造型，好、哦，就是这种样式的外套，立体口袋，二开头以上，三开头。然后它是扣子的，防风吗？你哪里挑都卖，这个都没有办法，那个、手袖也没有缩口。你正常的防风是没问题，保暖度是 OK 的，哦，但是你说像机能性的防风性外套，它做扣子不可能，因为扣子一定要做拉链式的，哦，所以它绝对没有办法防风。哦，正常的御寒外套是非常 OK 的，很好看，很好看。我只能说他们家的外套就是104244，不用二开头，1799免运寄到家。你可以再挑一件 T， 凑2000块会送我们家品牌购物袋哦。哈，喜欢自己家，我身上穿的绿，然后我现在来穿黑色给大家看。自己拿了一件卡其色，对，好，在饭店里面，他今天有直接穿上来。那件是你的吗？这个我的。哦，卡其色是 Kiki 自己的哈。对。啊，质感灰，深灰的质感灰。然后黑，然后配它那个灰色的那里，啊、牛仔裤，好灰，好灰，灰。黑灰色。嗯、你那个眼镜要戴出门。我尽力了哈。二耳老可以穿的、啊、哈，二耳老可以。二叉可以，二叉可以。哎，昨天谢谢哦，谢谢。谢谢。手机，핸드폰谁借的？누가사는거예요？아여기언니가화장실갔다가봤는데얼굴이우리손님인거반면반면띈야게짓的。真的、哦。네。昨天哈口在厕所捡到 Kiki 的手机。
不是哈口剪的，是隔壁隔壁。然后他跟哈口老板娘讲，然后他看手机屏幕发现是 Kitty 的，然后打电话通知小松他捡到这一台手机。没有，他开始给我发的短信写个哈，就是很无语的样子。好，来这个外套104244，不要觉得1799贵，他们家都是2000起跳的，那给韩国连线价真的很划算，质量很好，非常舒服，喜欢哈口家的，如果这样子的穿搭风格你们也喜欢，简单穿搭可是又有型的话，你们可以加回家。你看哦，三个颜色给你哦。好，欧丽的年龄层，他穿搭的风格很有他个人的，而且他所自己私底下的穿搭都是他们家自己贩售的，每一件每一次每一套都是。没错，来这边给你们拿好三个颜色推荐给你。104244，104244，好穿又好搭。好，再来呢，看一下，哎，刚一来就有人在看补丁条，补丁就在 Kiki 身上的哈，不用1000多块啊哈。我就也都拿去那个，这个呢是它是卫衣的材质哈，尺寸一样到2X都可以穿，侧拍差，它的版型真的都不是那种宽大版的，不是那种非常长的，这个呢他们家就是做这个的版型，来颜色给大家四个颜色 ，Kiki 身上的咖，还有这个红色，以及那个袖口是配蓝色，袖口红配蓝，然后黑配黑，补丁的部分是配黑，那最可爱的是这个是紫配绿色，紫绿色，我去看这个颜色，紫色配绿色，然后搭蓝色补丁。好，来这个 T 的款号是多少？价钱是多少？来，那个款号是104241。来，这个我也给优惠标，这个直接给899。899的价。我不管是下半身的裤子补丁、膝盖的补丁位置，或者是袖口。那个手臂上的补丁，我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的哈，因为它这件是卫衣材质，不是薄的棉质面料，卫衣材质。那我上次有跟大家讲一下，卫衣的条纹面料都是属于贵的面料，好，都是属于贵的面料。然后它又加上尺寸的关系，来999已经超便宜了，这个也是给优惠标。好，那我个人建议啊，黑色你们常买。那 Kitty 的这个色是我个人主推的颜色，哦，个人主推的颜色。JJJ 老板哦，三款啊，有代码吗？地鼠来了 ，JJJ 加一，三款899。我的嘴很有戏，来，你看我这个绿配纸好可爱哦，就勾住耶。那你们如果喜欢这几个颜色也是可以哦。JJJ 加一，秀兰，你帮我打 JJJ 加二，好不好 ？JJJ 加二，我来穿。那个咖啡色穿过了嘛，对不对？对，咖啡色。你穿黑的好了，基本黑。这个安哥拉红。不要买太多，买刚刚好就好。不要买太多。咖啡加很慢。买刚好就好了哦，不好意思哦，这个必须要再传达一次。可以等我们再加好吗？拜托。本人卖的是品质哦，那我喜欢这种补丁的设计，它是卫衣材质，好，卫衣材质，面料有洗过色，柔软度很好，好，那版型的话，就是我比较少一点点，因为它属于那种宽版的，没有那么长版，正常版。啊，黑色百搭，黑色真的百搭。我个人觉得黑色是必买的颜色，因为你这种卫衣的材质，它直重够好，所以它穿起来不会往横的发展，也不会变得比较宽，它直重好的关系，所以。而且补丁的黑条是百搭色，你不管搭长裙也好，搭黑白裤也好，搭喇叭裤也好，这种补丁黑
刺基本色，刺基本色。但是如果你想要缤纷一点的颜色，像刚刚Kiki拿的，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受限。哎，也不对，搭黑长裙也好看。很好看。白长裙。哪里哪里？如果你看到颜色，就好看。就好看。给他们看一下侧面的。就好看，侧边补丁。补丁。补丁，帽子好看，对不对？帽子好看，有有啊有。官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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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两面带哦。你要这个。你官网搜寻渔夫帽好不好？官网搜寻渔夫帽应该可以看得到。对，有皮跟这是可以两面带的。我就换红色。黑色好看呐、啊，依据黑色真的好看。啊，红也不错。绿色也超美的，红蛮大方的，绿色哦，活泼。啊，那边又一杯啊，那个什么，咖啡色，哦，就是冬天的主色，对不对？冬天的主色，万年不败款啊。啊，补丁的特色是我个人喜欢的、啊，我个人真的超喜欢的、啊。那个沈轩这一件，艾贝，好、哦，沈轩这一件真的是艾贝。每色都好看，对不对？每色都有特色，但是 你如果面料使用够好的状态，它其实做出来每一个色都应该不会太差。很有质感。当然，红配蓝的手镯的拼接方式也不错。红配蓝，什么东西？来这边，红条。我样板什么时候会到门市哦？然后你帮我看这件样板，他今天配发了吗？他说条纹吗？他是部分图吗？是啊。来，你看红条。所以我是先不要给你听到了，太短他不喜欢，沈轩不喜欢太短。条纹对吧？然后你看我的条纹配灰色外套，红色虽然我整身红哦，可是我搭了灰。这是黑吗？还是灰？灰色外套，是不是黑色外套？黑灰色哦，黑灰色就不会很亮眼，就是还是看得到红，可是就比较内敛一点点。那效果是不是很好？穿这样出门多正啊！穿这样出门多好看。红色랑저컬러나想看后面红色、黑色有会买？会卖吗？布拉랑断断色。他要买，要七色给，不要分批给，不要是分批给我。那暂时没有啊，要下周了。我让他发了，他发完没有？我就有的。后面我们有挑吗？我已经有点忘了。我给你给啊。没有挑，五号没有挑。好，没有挑这个五号不好看，昨天英赛那个比较好看，反正他们听不懂中文。这边好，蓝色补丁这样子，好推荐给你们哦。五号那个不会卖，不会卖，不会贩售。昨天有一款相似款的。昨天一款方式。好，再来看一下 Kiki 的裤子，好不好？裤子，裤子来介绍。来，裤子的话呢，一样是灯芯绒，可是这个的灯芯绒的部分超弹，二叉可以穿。好，这一件裤子二叉可以穿，你看，一二八八。好，二叉都可以穿。那先给你们看颜色一下下哈、哦，颜色的部分有 Kiki 的红，还有这个奶油白，还有这个的绿与灰，灰，然后还有这个的杏色，总共四个颜色给大家。那这个很可爱的就是它这边后面有一个贴布，对不对？好不好？后面有一个贴布。我帮你穿了，有这里，中间有一个那个贴布。加的贴布就是加四个红车线，嗯，一个红车线多少钱？十五块，我记得十五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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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我没有骗你。一个红车线很贵哦，一个红车线很贵哦。好，那它是有做贴布，这一件很棒的是它二叉可以穿，哦，它二叉可以穿，这个款号是10424，10424，10424，对。价钱的话，原价1780，我们现在是1288。他口罩的下半身，的下半身，他的裤子的长度跟裤子的宽度都是他们家最大的特色，都是做直筒布居多，都是小直筒，哦，小直筒的感觉。104242，
104242。啊，我要换1288。换别的颜色配一下。它颜色蛮多的哦，哈，颜色有四个颜色，颜色是哪里？四个颜色。白色、杏色、红色跟灰色，是灰色还是卡其？灰。哦，对。你先生，我换衣服。你干嘛？红色很可爱，红色很可爱，你看红色很可爱，质量很好。哎呦，嗯。跟Inside的昨天那一款真心绒的材质是。完全不一样，好，完全不一样。嗯，哈口，哈口，裤型都是做小直筒的，好，裤子是做小直筒的，中间有一个纽扣的设计，它没有任何意义哦，只是造型而已，只是造型而已。这一件到二叉哦，这一件可以到二叉。这件2L可以哦，这一件2L没问题，灰色、杏色、灰色、杏色，可以可以，浴巾可以，浴巾我今天怎么现在才看到你？整件全弹，对不对？整件全弹。请问这款裤子会厚吗？不会厚。如果以灯芯绒来讲，它里面没有磨毛、欸，不会厚，它是细灯芯绒，里面没有磨毛，内里的材质很好穿。如果你要舒适度的话，这一件比牛仔裤还要舒服。好，如果你要舒适感的，他们家牛仔系列是无弹的，但这一件灯芯绒是有弹的。你要好穿，你要拿这一个。好，你想要买给家里的长辈，你可以买这个给他穿，他会喜欢。很舒服的，很舒服的。内里的材质很好。对。啊啊，对啊，玉馨，你刚刚有帮你庆生，他没给你。跳来跳去。啊，你去忙你的，小孩子生日比较重要。好。好，看一下哈、哦。快喝饮料。啦啦，我在喝水啦。好，来，那裤子的话，你看现在 Kitty 穿奶油白，好，你看这个尺寸真的二叉可以的。好，我先讲这个二叉可以，但是它整件都很好穿，好，整件超好穿。颜色的话，有刚刚的红色，不要抗拒，因为我刚刚搭了红条，我觉得穿起来效果也很好。然后现在是奶油白。奶油白的话怎么搭也都可以，或者是我现在这样身上穿深灰色是不是也很行？好，再来的部分还有一个卡其，卡其的话你到时候也可以搭这样子条纹，好，条纹，然后再加一个牛仔背心帽 T 的部分，这样子穿搭是不是也很好看？所以他们家一样，他们家的概念都是你可以互搭，穿起来就是100分，就是哈口家的味道。好，就是哈口家的味道。喜欢我们自己家，来，这个款号是104242，价钱1288，免运寄回家，你都可以。一样，新朋友，老客人都知道了嘛。我们的价钱有没有甜？你们自己感受看看。不卖价格，不卖价格，卖服务。价钱的谈价钱，不是我为了增高我们家的毛利，而是要让大家三好的概念。哦，你好，我们好，你们也都开心。好，那现在的大涨年限，你们也都等很久了，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都没有买到欧尼家的衣服。喜欢首客你们自己家，新朋友如果不了解的，你都可以看一下他们都加了些什么东西，你也可以问问看他们线上的，他们觉得他们家衣服好不好穿，以及时不时穿适不适合他们，你们都可以自己做选择哈。喜欢在家都完全没有问题。好 ，Kiki 家呢，不是说你加一碗就要一定要结单，你加一碗如果真的不喜欢，我们按到那个来去购物车的时候，左边会有个叉叉，你可以按叉叉按掉就好了。好，你可以自己按叉叉。那这个的话，你有喜欢你就可以加。它是好穿的，跟牛仔裤如果要以牛仔裤跟灯芯绒这个的话做比较，这个比较舒服的。好，内搭
车车白 T， 你也看到这个车车，对不对？很可爱哈、哦。好，待会 Kiki 会介绍。我先来介绍我的格子衬衫。他们家的格子衬衫呢，也都是万年不败款，基本素基本款，又好搭，然后又有型。后面一样有做到打折的，我、哦、后面有做到打折。那这一件的部分呢？口袋的部分就可以搭到灯芯绒，刚好可以跟你的裤子做呼应，哦，好可爱哦，刚好可以跟你的裤子做呼应，然后这个的话可以搭深灰色这个，好，跟你的裤子搭呼应，都可以这样做搭配，看起来效果也很好。好，那它这个是外面是看起来有点毛料感的衬衫，可是它本身还是薄料的哦。好、哦，本身还是薄料的格子。好、哦，那你喜欢把它当罩衫穿，或者是整个把它扣起来都是可以的，尺寸二叉都可以依据。哦，你都喜欢短版的，没错。哦，你还因为它小小只啊，所以它不会做太大的。你们应该知道，哦，它不会做大件的，它一直以来都是短短的。好，因为它就很小一只，好，它就很小一只。来，喜欢这一个 Kiki 163公分，如果你看长都可以的，喜欢的我们自己再加哈，我们这个都可以自己再加起来。来，衬衫外套款号是104240，两个颜色给大家。1158的价钱，好，之后回复原价就是1680哦，很正常哦，是韩国空运哦，卖1680都是很正常的价钱。好，那我们现在因为韩国连线1158甜甜给大家，好，它是有做到异材质拼接的，这边也都是接灯芯绒的，灯芯绒扣子的。好，来，喜欢我们自己加。那它扣子的话都是红色线哎、欸。它扣子都是用红色线，很可爱。然后这个是黑，这个是橘，橘搭配蓝色，橘搭配蓝色，你要配什么呢？配刚刚的，这是谁的？爱爱爱吗？这个是爱爱吗？这样子配，橘配这样子，好好看，又刚好呼应到我的车车啦，你看，好可爱哦、喔，蓝色车车呀。这个够了，这个夸张，会有问题。好，这个是爱爱爱的，爱爱爱，这个是爱爱爱。好可爱，爱爱爱，然后配这个格纹的颜色，然后再配这个车车，100分。你看这样配起来也好好看哦，旧货款，旧货款。好了，下一个，下一个。好，再来呢，就是车车系列咯。它的衬衫也有哈口胶的味道哦，就是他们家。这就是他们家。好，来。再来是我的车车，好不好？我的车车也要注意一下下，我就是喜欢它的车。你看刚刚有一台车，现在也有另外一台车，非常可爱，福特系列的。你看，福特系列的。车车呢，有三个颜色。车车今天车不少台呢，对呀、啊。对，刚刚那个。两台啊。不是，南大也有一台车，南大也有一台车，三台车，今天好多车车哈、哦。款号是104234，颜色白，加米白，米白、蓝色、咖色跟红色。好，599，599，全系列，599，这个很便宜哦，尬车啊，尬车，599而已啊、哦，599而已。不喜欢那么宽大版的，可以买这个。对，104234。尺寸的话，一样都二叉可以的。好，正常版型，正常的宽版。它不是正常版的长度。好，它不是长版的，就是就这样子。好，这个颜色，还有红的，还有骑机车的。啊，对对对，那个一只鸭子。鸭子骑有多快的？好可爱哦。104234的哈，价格599。昨天英赛裤子的颜色怎样？昨天英赛裤子的颜色，现在穿的裤子颜色有相近吗？昨天的杏色，小松，你帮我去隔壁的英赛拿灯芯绒的这个颜色，我昨天拿的。好，车车你自己看，它有哪一个颜色？车车，哎，还是有，没有？我要换衬衫。
纱衬衫，哎，它这个蓝色是红色底线，哎，这个是红色的底线，这个这两台车一样，因为配色不一样。对啊，这两台车一样，这两台车一样。就是它的下巴配着那个红色，灰色，灰色跟红色。对，这两台车一样，这两台车一样。好，不用穿了啦，因为都一样啊，599了。这只要交费。懂吗？懂了吗？懂了吗？懂了吗？他不想要换的原因是要配，就是要配这一个，配那个牛仔外套。丢啦，丢啦！这牛仔外套我们有卖过相似款。啊，我有问，他说是新款。对啊，有卖过相似款。不敢，不一样哦。不一样，它的绒布比较粗，它这个比较细。对，一个细绒，一个粗绒。粗绒，对。不一样，不一样哈、哦！不一样，视觉上看起来的面料也完全不同。嗯，要照一下，这样子。对，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然后蓝配，对啊，蓝色车子配这个高出药，然后又搭上我的奶油白的裤子。啊 ，T 恤很便宜哦 ，T 恤是599而已啊、哦、，T 恤是104234，必买，必买，必买啊！哦好，再来看一下。你这样子，我其他色怎么办？其他色，我等一下穿裤子的时候穿，好吧？好 ，OK。104234啊。好，然后现在换蓝那个牛仔外套。牛仔外套，来，新朋友、老朋友应该有买过类似款。如果你都还在穿，你就不要买。Kiki 也 ，Kiki 的衣，我们家的衣橱也有。也有这个哈，我的也有，我有深蓝浅的。来，如果你们有他们家的外套有相似的，我们可以略过没关系。但是新朋友，你今年才刚接触我们的哈狗家的这一件牛仔外套，你要买。因为它真的很穿起来很有型，很有味道。好、哦，颜色的部分你们就知道，就是颜色的形色就非常的漂亮。尺寸的部分到二叉都可以，因为这边都是做宽版的，有看到吗？口袋、名车线宽版的，所以但是你里面如果说要再塞后刷毛的宽大男友的大学 T， 然后那大学的帽 T 那种就不行，你可能就只能塞一些比较薄料的。好、哦，薄料的那种，也不要太宽袖，比较正常的帽 T， 你把帽子翻出来也是效果100分，好、哦，也是效果很好的。那这个的话有两个颜色哈、哦，我们给了大家就是黑色跟蓝色，两个都好看。来，这个呢款号是104234，好、哦，104会不会也是要等好久好久？张岩来。牛仔的真的是啊、我尽量快，但是价格的部分就让你们值得等待，好不好？价格让你们值得等待啊，但是它的它我每次最大量的状态，주문하면네뭐빨리나올수있을것같아요빨리나올수있어요差不多，근데데님은不是很忙。田님은그래도한일주일정도는잡았어요最近不是很忙。딱이면몇편되나뭐라고거짓말하지말라아이무슨소리야要快哦。진짜我这次要快。진짜你要听到。진짜你说真的。他说。他说真的会。他说一周。真的会快哦。十天的呀，一个礼拜。出货。일주일안돼일주일정도는걸려요주말一周左右，一个礼拜左右。嗯，一周左右。他说一个礼拜左右。再看你量了，哥。等到快夏天。看你量了，你要量大的话，他还是分批。那 Kiki 给大家新朋友优惠价，好不好？确定好，不要骗我。OK。这样。好，来给大家优惠价。你要给优惠价。Jerry， 你要再可以穿下一双。穿短吗？穿短可以。要，那你有不要跟？要给大家新朋友哎、我真的停很久卖他们家、哦，你们要加赶快加，这个是他们家的万年不败款，真的可以的，真的可以的。他说最近不忙，他说一周啊。来 ，Kiki 的黑色啊，有了，因为上次我们要播的时候，然后黑的也好看。你的是什么色、我的是深蓝色，还有另外一个短的圆小圆领的那是浅蓝色，哈哈。
点一外标啊，点一外标来直接帮我。他说一个礼拜出货了，他订单量多一点就变成15天，再多一点就变20天，很好看。再多一点就变30天，这个就是他们家的基本款。他讲的哦，刚刚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讲。太背心。他讲的 OK OK， 他讲的 OK OK。好，那你们也看到我，你在催我，你在问我，我问他也是这样回答。好，所以你在问小帮手说，那你越早结单的越没问题，然后你越晚结单的就没办法了哈。我问我们客服的，我们的回答也是如此，他都会只能尽快。我们都是在走，而且我们是走空运，不是走海。你看我是不是讲说保守，原则上就是说官方说法7到30个工作天。我们官网也是这样标准。好，不怕走，不怕走。打 KKK 加一。来 KKK 加一 ，Oh my god！ 最后一个，那这家三个用完了。用完了没有？好 ，KKK 加一。外套要买，这个是真的，直接给大家甜甜价哈 ，KK 加一，来直接现折100块，来1499，来 KKK 会不见的哦，只能 KKK 只会捞单到明天的下午6点，我跟你讲，晚上9点会清空，我跟大家讲一下，晚上9点会清空。你打304104237，我告诉你，也会有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排单购买。相信我，韩国零线的价格是超值、超天价哈。因为每一款式我都尽量去要求价格不会低，好，那我反馈在售价上面，因为我韩国零线的价格才会有超值，好，才会有超值。那我是卖给我自己的消费者，那我们也是卖我们喜欢的单品，就像这件牛仔外套，上一次贩售大概卖了1000多件，500件、1000件，超多超多的。他之前的牛仔裤也是一样，都是卖1000件以上，1000件以上，所以等待时间真的是比较久一点点。他请你们见谅一下，请你们见谅一下，但是价格就是很实惠。这个外套是上一次 Kitty 真的卖得非常非常好，他是你自己人拿的两个不同的款式，他到现在还会再穿。他们家的外套真心。啊，你穿3年、穿5年，他们家的牛仔面料的纸啊，讲真的啊。是真的很贵很贵的牛仔洗色面料洗出来的，你看它的色泽，一看就知道这个不是便宜货，哦，这个不是便宜货，必买款，哦，真的是必买款。它两侧又做开叉，你这个可以再买一件。开叉 T 是不是很好看？加起来。不买会后悔。等一下这个是少宇打的还是波波打的？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借给你，给妈妈穿。对啊。嗯，很适合，超好看。好，这样子 ，KKK 加一 ，KKK。今天他们的优惠标用完了。用完了。没有咯。1599也很多人不会买的哦。来 ，KKK 加一折100块，1499。免运寄到拎刀哈，免运寄到拎刀。少宇打的吗？怎样？加起来不满会碎，猜猜啊！我就是在猜，说是你打还是少宇打的没？默默打的。默默打对啦。对啊，不满会后悔。猜猜就是默默打的。昨天也应该是默默打的。默默也打。对。不满会后悔。哎，对，心瓜会睡不着，吃宵夜也会想念啊。啊，明天才会结单呢、啊、哈，我们明天的中午过后才会捞单哈。不是少爷，是波波。你看，蓝黑的也好好看哦，黑 K K 啊。我喜欢黑的。你喜欢？我刚刚去点点那场，加了点干的。好，谢谢老板。真的，真的，没有没有，今年生日礼物我满意了。跟 II 的裤子差别大吗 ？II， 今年生日礼物，也可以当套装，也好好看哦。如果你喜欢的话，套装可以很好看。嗯，对，文旦이다른套装好看。开始补丁上衣的标号，补丁같은데，对，补丁啊，补丁的条纹我给你，补丁的条纹帮我打。1421，我身材，文章文章，补丁的款式。
这不正常的。你拢买下去的。我都无比啦。哦，啊，你提着两对对的。补的那个。不不，赶快回答啦。谢谢婉婷。谢谢婉婷。好，来这个。好。你要套装加都可以。哎，这个套装要穿好帅哦。我明天穿一套装去拍照。你们有空啊，来门市去感受一下那个潜水。明天穿一个套装来拍照。去抢现货怎么抢？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也都大概知道他们，因为他们都有跟我讲，他们真的超强的，抢现货真的是。怎么结账的速度可以加快，都很厉害。很厉害，他们很生动的结账，很懂，而且可以不用付到运费。真的超厉害。能再跟你开玩笑。好，来我的补丁帽 T 给大家好不好？补丁帽 T。补丁有帽 T 哦。好，今天要睡。补给大家，一直补补你们的破洞好不好？补起来。所以如果衣服自己不小心割破了，赶紧补。补起来，我先去换一条牛仔裤，换一条裤子。嗯，我是询问满清就简单，对，真的是满清就简单啊，让你们快速收到货啦。我提供的诚意啊，满清免运费啊，我讲真的啦，请你站在我的立场去思考一下，其实是这样增加我的成本支出很高很高。啊，但是没办法，快速出货仓库太小，我讲实在话。他如果有时候对于我们比较熟悉的，他就知道怎么去加快速度，薄利多销，薄利多销。是的，来补丁帽 T 给大家，尺寸二叉都可以，然后是卫衣材质，好，卫衣的材质是薄料的哦，跟刚刚的那个这个再薄一点点，然后手袖的部分也没有做，都是手袖跟下摆做不修边，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有 Kiki 身上的白底黑条，黑底白条，还有纸条。还有一个杏色条，好，总共有四个颜色给大家选。来，这个的款号呢是104235，104235，原价1180，给大家899。张远，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的确是，的确是。怎样？很难啦，因为韩国连线会比较有这个困难，但是在台湾直播的话就不会太困难。满千免运，满千免运的。他能分批解单，没办法分批。啊，你做到。对。哦，一个好，来这边有咖色、紫、杏色、紫色跟黑色。然后补丁的颜色的部分呢，配的话就是来白跟黑是配黑。紫色是配紫色，杏色是配杏色，好、哦，杏色的补丁，所以你喜欢可以自己加，看到哪一个颜色都可以自己选，二叉都可以，薄料的，所以你看这个我刚刚塞外套，牛仔外套，对，帽子翻出来是不是就刚刚好？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能搭那个就是 over 男友版的帽T 大学 T， 因为那种就会非常的大，那个牛仔T真的都塞不下，好、哦，所以的部分你就是要搭窄版，好、哦，就是要搭窄版。加今天比较晚了，自己加哈、哦，自己加款号104235，给大家899的价钱，1869哈，899的价钱。你在边啊？你开一个饼干都给加了。我已经给我了。好笑，来喜欢我自己要调教学，好，你们在那个张姐再问一下我们线上的那个老朋友、老客人，然后班长、副班长，你可以问他们，他们都可以教你们哈。来喜欢我们自己加喽哈，有事。这个喜欢自己家，这个不是吧？颜色都穿了吗？没有，要穿吗？穿。然后。啊，我来卖袜子好了。
短的。这话是新交的，这是他的目前是否？可爱吧。而且市面上很难看到。玉金这个袜子啊，很特别，特别到我之前在看的时候没看过，这个，它的款号，那个我们小帮手一定会帮我制定，我们的 Bobo 或少仪一定会帮我制定的，因为我手拿东西呢。105108，这 Kiki 找的哦，我觉得蛮有特色，很可爱，59块，好可爱，会疯，真的，59块，这个是爱心呢。你看大家刚刚的 BBB 群真的超可爱，大家 BB 因为 BBB 群那个裙子有开叉，所以会露出这个袜子的爱心，超可爱。这个好，59块，好，你可以加二就包色了，加二就包色，59块。高追的，搭我们介绍的一些裤子去做配置 ，Kiki 都很喜欢这种配，他不喜欢露脚踝。好，你看我穿的紫色的帽T，紫色搭上灰色背心，这样穿起来，然后搭黑色的裤子，是不是也很好看？这样子，就可以配了哈，就可以自己这样搭，包了啦哈。好，那帽T颜色都在这里哦，你自己挑你喜欢的，黑色、白色、细色。紫色都好看，四个颜色。好，那104235，899而已啊，899。再来看一下我的背心，好不好？背心，背心也可以买，但背心的话就是，爸爸你可以帮我弄一下。背心是104238，价格1099。裤子的大家，裤子还没有，等一下，裤子下一个。你先帮我，我想要知道你的腋下是不是？一下可以，一下可以，你下穿过来，拜拜。你不要穿过来，可以穿吗？好，可以，好，我知道了，我会接受。来，一样二叉可以穿，但是高个就是，100不可能，就是女生都可以穿，二叉都完全没问题。不可能的、啊。就是180公分女生呢、啊？比较少见。对啊。就没有180公分，就是正常二叉都可以穿。好、哦，什么袜子？什么袜子？袜子是105，108。对，婉婷，这是第三家。好、哦，这是第三家。来，我这个。阿狗最后一家了。对，阿狗最后一家，我们就要结束了。然后今天是12款。对，在。在两方款的，没有，还有裤子，然后几黑白色的裤子，还有补丁的，彩色补丁，彩色的，对，我知道还有这个裤子，对，这个补丁，这个是吗？这是同款，对，一六八，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一共有你不是吗？一二三。对，还有四款。好，来背心，我们自己加哈、哦，背心穿起来效果也很好。它也是阿狗的特色啦。对，就是他们家的特色。嗯、看起来没什么，可是穿上去，那面料跟那个外套的面料不一样。对。它、啊、价格的部分就是直接一件免运费，好，1099，款号是104238，104238。弟弟很喜欢用那种棕蓝色，蓝色去配杏色的 T 恤。你看好可爱，台湾都拿完了不？都很日系。对啊，就是很有型啊，你不觉得这样就很好看？就很适合他们家的风格，而且效果很好。好，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牛仔背心的话，它是这样子的领子，开到市场，所以搭帽 T 也可以。然后你要领一点点，你不是有一些很多有领子的提花衬衫？那个领子有没有是有那种提花的那种衬衫，搭这个也很可爱。
好，所以你要一点，然后你要休闲一点，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来，这个款号104238，一样二叉都可以穿，原价1580要吧？这个是哈口家的哦。那这个呢，我们现在1099免运给你寄回家，两个颜色，黑的跟蓝的都好搭。你就想一下，你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这种单品 Vicky 都很推荐你们可以购入，因为它万年不退流行。超可爱的，然后你也可以搭什么？这个我们家不是上个月，这个月不是很说那个我们那个外单厂的一个质量很舒服那种洋装，这个就穿在外面，超可爱。有长洋装吗？长洋，对啊。然后我们有长袖的啊，对，长袖洋装，对对对，有 A 伞状的，有中车线的那一系列，这个背心都可以搭在外面，而且两个颜色都好搭，都可以配这个，好，推荐给大家。层次的穿搭吧。对，推荐给你，这个都是可以服搭的，哈，都是可以服搭的。它的变化性超强的啦，像 Kiki 身上的裤子，对。对，要裤子。来，注意一下哦。一样，它的裤型就是他国家的裤型，对，黑白色，这一件呢，黑跟米白色的，米白色的那个中指头，中指头。尺寸的话，我也怎样？明天是 YOL， 明天几家就一家。他很害怕明天的 YOL。嗯，关机。手机关机，Kiki 很实在啊，叫你关机的，受不了。关机受不了就关机了，真的没办法。我跟你讲，我们去我们也很难抉择，很难不挑，你知道吗？太难抉择，因为他面料太久没有了，面料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太久没有了。吃新风，这个 OK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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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真的太久没来了。因为东西好看的、啊，东西也不错。对。好，来这个裤子的部分尺寸到，我帮你可以帮我装一下，因为它有整个全长。好吧，这样子。懂吗？我没有怕，叫我现在脱我的。不要。我没有怕，我脱了就不用了，谢谢，那算了。来，尺寸的话，我就觉得它饿了。对，我觉得它饿了。因为它饿了，可以穿的。对。确定二叉可以，因为它是扣开扣又拉链，然后整件都是很弹的。好，这件我先说它二叉可以。那它的腰的部分很棒的是说它有做到弹性，你看它的腰的这边是有做到弹性线的，好，弹性线的。来，这条裤子的部分呢，有两个颜色，黑色跟白色，可以来换白色给大家看。它下摆的部分是做到不修边的，那你们看。弹性超大的，它下摆是做这种不修边的，一样是那种韩国棉的那种棒束厚棒棉，好，所以啊，但这个它有做到弹性，质量真的很好，超弹的。来，这个款号是104245，两个颜色给你自己选，只有一个尺寸，就是到二叉可以穿。价钱给大家多少？1258，免运寄到你家，好，免运寄到你家，我来穿白色给你看。白色好看，白色好看，白色很好看。它那个米白色也好看啊。它这个裤子的裤型就是直筒裤，小直筒裤，小直筒裤，它不会拖地哦。那其实像他做老板娘的话，是都穿这种裤型。阿 Kiki 也蛮适合穿这种裤型。全弹二楼确定没问题，有在拉的时候，它还有很大的空间，它还有很大的空间。小西西还穿在格纹裤的，还把格纹裤穿在里面。裤子没脱，直接封上去。它腰在拉的时候都有弹性。款号是104245，价格很甜，韩国连线价是1258。这很好穿哦，1258，这一件也是舒服程度100分的，好喜欢。超弹，超弹，超弹。有弹性，质量是好，就是穿的舒适感是好。昨天那个裤裙二耳哦，会很紧吗？裤裙二耳，裤裙。哎，我不知道裤裙是哪一件呢？
我都有裤子的。正常扣子的拉链，黑色的话就是它的那个车线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的米白色是搭咖啡色车线，整件都超弹，真的很弹，很舒服，只要很舒服，二耳劳绝对没问题的，二耳劳绝对没问题。搭上他们家的车子 T 也好看，然后车子 T Kitty 已经穿成咖啡色给大家看了。对，我中间是上衣的 T 恤是104234，价格599。Kitty 身上的咖啡色 T 恤是104234，价格900。这个咖啡色，对，拉格纹是不是？搭格子衬衫是？啊，衬衫的版型做。正常版这么宽的，对啊，它就是这个后面有打的，上帝用漂亮衣服制裁我，哈哈哈好笑哦。我跟你讲，穿得漂亮啊，人也会开心一点；穿得好看一点点，穿得帅气一点，就连我一样嘛，被人家偶尔说：“哎，你今天穿得很帅。”走起路来都觉得、有骄傲的感觉，真的，就很开心啊，很值得，很值得。今天擦了维生，也真的会刺痛的，会刺刺的啊！出货了，这么快？他说，化妆水后擦，擦完还能擦其他的保养品，就是要再擦其他保养品，要可以，可以，可以，正常上。正常上啊，玉清有回了，可以上乳液或者是那个霜加强保湿。对，就是正常上乳液再上上去，然后保湿。又加哦，你的工作压力非常大，你需要脸做保养，这个是。来，裤子款210245。好穿的裤子哦，他们家好穿的，然后小西西刚刚帮大家测试过二叉没有毛病，可以的，来韩国连线价1258，不要计价钱，然后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很久没有来卖卡卡家，你觉得这个价钱你可以？那你看线上的老同学，他们真的都很熟，他们家喜欢的自己加，好穿的，两个颜色给大家选，二楼没问题。对，那这个的裤脚就没有说裤脚，它是比较宽裤脚的裤子，穿起来效果也很棒，这反折效果也蛮有特色的，风款嘛，风款喜欢我们自己加了，然后喜欢我们自己加，不一定是不加。这新货太贵了，104244。外套真的好看，外套皮。104244的外套真的很好看，我个人是觉得很好。谢谢大美姐，姐姐我看到今天的夏天，我本家是推荐。弹性可以到二，裤裙有一个帮我回了104182可以。那个谁 ，YI， 昨天的那一条裤裙二耳会很挤啊，我们小帮手帮你测量过了，104182可以，不会挤，弹性可以到2XL， 我们不会乱讲的啦，现场已经讲说可以，一定就可以，不行就跟你讲不行。就怕贴，怕很贴，毕竟我是很敢穿裙的女子。我跟你讲，开瑞，再给大家一个补丁，彩条的补丁呢，哈，这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再给大家一个补丁，虽然补丁有出了两款，这款就是袖口。不收边，我个人觉得它的配色条下摆不收边，领口跟补丁都做到同色系的搭配。好，两色后这个什么后面的话一样是不贴腿。跟大家讲一下哈，它不用1000多块哈，彩条会衣一直都很贵，价格连线价是999，九九九，你素面的啊，刚刚的那个
基本的调，你觉得太单调了，你想要缤纷一点点，色彩活泼一点点，那这三个颜色都很推荐。可以让我这边全部放一下。我还有两条裤子要穿，我会配。我会再把它穿。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得到这种彩糖的配色啊。可以，我会穿。很棒，而且它补丁的效果是非常加分的。好，那待会我会再穿另外两个颜色。你等我一下下，我因为还有两条裤子要穿，所以我会一起穿。好，我会一起穿给大家。104236。好，我一起穿给大家看。好，喜欢的可以直接加999999。104233，三个颜色，这个黄也好看。都很百搭，它让我们牛仔裤的色系都很好。好，再来看一下这一条裤，这条裤子也是小西西严选。104234，来，二四三，104243，来，这一个价格一样，1288。正常扣子拉链，然后这里有打一个折，然后再来这一条裤子的部分没有弹性，这有猫抓痕以及刷色的效果，裤脚的部分也是做到穿不管。好，正常扣子拉链之外呢，后腰做到松紧，尺寸的部分呢是到XL，好，建议到XL就好了。好，这一条就是到XL，好，XL穿还是会有松，不是那种很紧的，穿起来是有松紧，好，穿起来是有松松，它上面写到XL，腰到49.5，套餐可以吗？要到手两给的是不是？好，朋友们，叫他们改一下，改一下到差了。对，我建议就是到XL帮我改一下，可是他没有，你要跟他再拿一下。少仪帮我改一下到 XL 到XL就好了。好，那你可以看他的刷色，非常的超级的 LL 的 LL 的 LL 的。那一样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裤子，那这个裤子是不是跟他们家的这个裤子是不一样？所以你就是挑喜欢。一个是直筒的。对，然后一个是这样，就裤子比较窄一点。一个中直筒，一个直筒。对，所以你就是挑喜欢的，因为它的颜色、喜色真的都很漂亮，所以很难做选择。那你们可以自己挑你喜欢的，看喜欢哪一款。好，这个都是很漂亮，一样就是他们家的经典款，也很值得购入。直筒裤是他们家的经典。对，那要的帮我打104243加，你要加一，好，你可以自己加，好不好？你可以自己加。好，穿有好搭的哦，好穿有好搭的。来换一个。没有，你裤子都介绍完了。还有一个这个。对，104239。对。104239。最后一款裤子。没了。最后一款裤子了，最后一款呢？那我们的十，那二差也是不行。不行吗？对啊。二差哦，到50。看看。对。稍等一下啊。再给大家最后一款裤子哦，这个就不管了。注意看到是。104243必买款，104243必买款，不错，很棒。而且他们家哈口的特色，中直筒、小直筒都有。洗台的刷色是中直筒，好，中直筒。那个现在弟弟换的这个是小直筒，小直筒104245，哎不对，104239，104239。这一条的价格是1388，1388，有两个色，黑灰色跟蓝色，黑跟蓝，好，黑跟蓝，104239，104239。来，这个就是由我们家很客人很喜欢的，它就 S到 L 号哦，哈，这个S到 XL。好 ，S 到 XL， 这一件也要帮我改一下尺寸哦 ，S 到 XL 没有办法到二 X， 那小号的人你可以这个再往里面再扣一点点都没有问题。正常扣子以及拉链两侧有两个扣，好，有口袋，后面屁股的话是做到后腰松紧，一样做到后腰松紧，后面屁股有口袋，再来做到有一个贴布，哪里松紧？
啊，104236是 Kiki 的上衣，穿给大家看的104236。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经典的裤子。那接这一次真的给好给满哦，你看刚刚的那个绒布，跟这个的深蓝色裤，跟这个配你的黄色吗？不是，我说我们这一次给裤型真的给好给满。好，你看哈佛家真的这次给好给满，新朋友你们真的要从这次来跟我们来试试看他们家的裤，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像不一样哈、哦。然后这个裤脚就是做这样，它还有一个蓝色，我来换蓝色给大家看，挑你喜欢的颜色。上衣也帮我看一下哈、哦，上衣的款号是104236，黄色，价格99，它做彩条的哈、哦，三个色，四个色，四色条，四色的。104236，等一下弟弟会换成绿色的，好绿色的。裤长都不会，明玉我跟你讲，哈狗的裤子啊，都是故意这种版型，都是这种版型，但是接受度是很高的，而、啊、有的人喜欢长一点点，那有的人不喜欢这么长的，啊，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啊，但是。它的味道啊，其实穿出来的样子真的不错看。嗯，因为每个版型都有它的特色，但是哈狗的牛仔裤跟牛仔外套，跟它的上衣类商品都很有个人的特色，都很有个人，并不是每个档口都会容易可以看得到。然后而且它的面料又蛮独特。没错。啊，你们可以挑战自我去尝试不同的穿搭风，因为它的裤款是值得我们推荐的。对它的裤型啊，它的裤型是真的，我有很多客群，因为公司卖几百件上千件，因为他穿来门市都很有味道出来，而、啊、我常常在介绍说，这个就是哈狗家的，对，你看哈狗家的这款裤子8S号的，我们可以再往里面，好，尺寸就到差了，可以穿。这边的裤管其实分量感觉的真的都很足，菜穿这个都还是宽松的。这件很棒的就是它后面的那个裤脚的那个中车线直接车到裤脚的地方。好，来裤子的部分两个颜色给大家，款号是104239，价钱呢韩国的原价是1980，韩国零下也。连线给大家1388，不要觉得1388很贵，来看看材质，摸摸看的哈佛家的，你也可以再搜寻一下下，我们家真的韩国连线真的是最划算最划算的。那、啊、再来，我们韩国连线呢真的很久才开始又回来播韩国连线哈，中间真的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这次真的有喜欢的话，可以赶快再购入好再。这次裤子呢 ，Kiki 真的就是给好给满，怕大家买不够以及没有买到，你会难过。好，没有买到的话，真的会很难过。啊 ，Kiki 的 Kiki 刚刚的绿色上衣，那里的那件衣服是104236，绿色也穿给大家看，104236，价格。对，淑珍他们家牛仔裤还算是很耐洗，没错，这个就是重点。也许你现在看会跟你的穿搭样式会有不同，可是一开始没办法接受。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到门市试穿它的裤型裤款，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好。灯芯绒的，还有这一个我刚才穿的哈，还有这个宽裤脚的，给大家给好给满，还有弟弟的条纹 T 是104236，104236，还有弟弟的这一个哈，这样子，所以这一次给大家整整4134。Kiki 的裤子 ，Kiki 的上衣是104236，104236。5个哦，整个给大家整整五个裤型，好，就挑你喜欢的，五个裤型都给大家了，好，就挑你喜欢的穿，买了不会后悔，真的买了不会后悔，很耐穿，很耐洗，之外，版型真的很适合大家。